好，欢迎您收看影音快递。台北电脑应用展7月30号已经在世贸艺馆展开了。今年各家参展厂商都准备了超级优惠的折扣及赠品，主办单位更在舞台区规划了一系列全天候的活动，邀请您一同来参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展况。暑假最夯，买气最旺，备受消费者期待的2009台北电脑应用展在世贸艺馆隆重登场。现场不但是热闹滚滚，赠品好康更是送不完。每年的台北电脑应用展，不少大厂都会顺势推出最新最夯的产品。今年展览现场询问度超高，就是消费型数位相机。Canon 在应用展呢首次推出的 PowerShot D10， 那这台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它是一台防水的相机。那它的防水呢，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它可以到达水深10米左右的防水。那我们还有-10°C的耐寒，在不管你在滑雪啊，或是在那种比较寒冷的天气里面拍摄，都可以拍得很好。除了酷炫新品竞相发表之外，台北电脑应用展更是厂商下杀售价，消费者赶快捡好康的最佳时机。今年展览不能错过的刷屏重点，就是在 Computex 发放异彩的轻薄笔电。那这次呢，我们的轻薄笔电呢，主要是在推 U 系列的系列哈。那像我们的13寸的话，就是 UL30 跟 UX30。我们在机器主打的呢是它可以12小时的一个电池续航力。那它的那个价格大概在29,900的一个建议售价。所以在台北应用展期间呢，只要消费者到联想摊位，凭着家里面的旧电脑有双核心以上的机器，最高可以折抵10,000块。如果是大学以上学生凭学生证，最购买指定机种还有10,000块的折扣，所以就总共是20,000块的折扣。2009台北电脑应用展第一天便挤进超过70,000人，主办单位外贸协会与台北市电脑工会策划一系列热闹活泼的好康活动，天天都有3C 达人讲座，购物满10,000抽小折，尤其是玩家千万不会错过的 TikTok Girl 选拔，每天超过50场的产品发表，1元竞标，人气买气旺翻天的台北电脑应用展，更是消费者的您每年不容错过的3C 大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活动信息。依据高盛证券最新一期的评估报告中显示，未来20年内金砖4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总值可能超过7大工业国的总值。有鉴于台印与台俄双边贸易量近年来屡创新高，外贸协会特别于8月11号举办一场印度俄罗斯商机大探索发表会，邀请到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分析师及在两国市场经营有成的台湾业者分享市场资讯及实战经验。主要举办场地在台北世贸中心，但在外贸协会新竹及台南办事处都有现场的视讯同步直播，欢迎有兴趣的厂商报名参加。如果您近期有要购买3C产品，或者是您的周末假日还没有规划任何活动，都邀请您前来世贸艺馆参与台北电脑应用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ikTok Girl 的选美花絮。谢谢您收看本集的影音快递，我们下次见。